四大公投决战倒数，罗志强对上徐国勇，谈到蔡英文废除公投帮大选，激烈交锋。林英雄高声送赞的民主里程碑，被蔡英文变成了民主大墓碑。让我来帮林英雄，帮蔡同荣声讨公投的叛徒蔡英文。民进党过去拼命推动公投帮大选，罗志强狠狠打脸徐国勇。他说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大选绑公投，公投绑大选。我要告诉大家，这是一句谎话。谢谢徐国勇部长帮我直接痛骂陈其迈，说全世界公投都是绑大选的，不是罗志强啊。拜托，徐国勇部长是陈其迈啊，去把新闻资料调出来看。这样公然指控陈其迈说谎，你这样对得起你的同志吗？我也要对全国人民大家说，大家想想看，民进党不是你爸爸啦。过去民进党说公投绑大选，国家最省钱，民进党再被打肿脸。中选会说，今天如果单独办公投，就要花8亿5千万，而如果并大选，只要花1亿4千万。公投绑大选的乱象，让我们的选路人员更加的痛苦。你以前支持公投绑大选的，结果威权国民党竟然当作现在民进党搞威权的借口，你下台去吧你！国民党下台了啦，威权国民党已经死了啦，还可以让你复生吗？民进党跨越时空自打脸，一场辩论被回力镖狠狠甩脸。记者牛又成、李一璇、SG 小组台北报道。